今天上午，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印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，在通话当中，王毅国务委员阐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相关立场。中方对乌克兰局势演变表示关注。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，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。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共同维护。乌克兰问题演变至今，与新明斯克协议迟迟未能有效执行密切相关。中方将继续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与各方接触。乌克兰局势正趋于恶化，中方再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，认识到落实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，通过对话、谈判缓和事态，化解分歧。